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妮。这次母亲节预购的养生组来咯，我都很喜欢，所以特地跟大家介绍。我们的善良低基金在节庆预购的时候都会把它包装成礼盒，一盒里面有十包，售价也会有88折的折扣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趁这个时候补足。接下来看到这个是幸福美满冲调组，它的生产者是吉昌。有两盒，一个是花旗参银杏露，一个是可可杏仁茶。花旗参银杏露呢，它就是有那个淡淡的木头香气，我冲泡来喝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我还蛮喜欢的，所以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。接下来看到的这一款是得奖茶，生产者是博雅斋。这一款相信我们社员们大家都不陌生，它有限量1000盒，所以如果想要的话，动作要快。接下来看到这个是我们这次的有机黑枣干，它是用整颗的黑枣，就是西洋梨去籽，下去做的，所以刚给大家看到一整颗的。然后还有这个综合莓果干，它是整颗樱桃去籽烘焙，然后有酸樱桃干跟野生蓝莓干。这次母亲节预购，有酒醋组、草莓清酒，然后跟刚才看到的养生组，接下来还有保养品组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是曼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